你们休息的帐篷在那边，我帮你们搬东西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干活去。那我们干嘛呢？快去干活去，干活。您是王大夫吧？对。我代表三连全体指战员，欢迎你。是穆剑锋穆连长吧？我在军报上见过你的照片，那时候你还是七师篮球队的绝对主力。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这个染病的人数有没有增加呀？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今天各排都有人出现症状，之前生病的，一个星期吃了伏羲药都没有用。说实话，你们连这次得的这个腹泻真是有点邪门。对了，这是我们医院最有经验的化验员温婷。你好。最基本的化验设备我们也都带了。这两位，赵雨琴、曾补玉，是我们医院刚招进来的卫生员，跟着一块下连队锻炼一下。介绍啊，这位是茉莉，我们都叫她小茉莉。这位是三连连长穆剑锋，当连长的时候才23岁，现在是全体刀兵最年轻的连长。吃错药了，英海，您吃多了，现在还醒不过来呢。小莫大夫可是我们医学院的高材生啊，刚刚分到总部医院一个月，主动请缨下连队。莫大夫啊，真受不了你的宣传语，什么主动请缨？我就是听说这个地方风景不错，我来游山玩水的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小莫大夫啊，还晕吗？有点好多了。那个莫大夫是真的大夫吗？这大夫还能有假的？我怎么觉得像哪个电影里的人呢？人家是军医大的高材生。不对，他肯定演过电影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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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注意安全，到了接着打电话。好车了。哎，行了，小莫大夫，走吧。你们先走吧，我坐一会儿，等药劲儿过去了我再走。你到底吃了多少云海宁啊？不记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东西吃多了可比真的晕车还难受。那怎么办呀？那车太颠了，我肠子都快颠出来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你这样等下去也没时候了，我背着你吧。我100来斤呢，我压死你。我能背得动100斤的山里红翻山头呢？我到你嘴里成山里红了。小妹大夫，
你是我们医疗队收的第一个病人。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要不这样，你的行李我帮你拿，你们两个扶着走。是，真不用王大夫，你们走吧。不，真没关系，我正好透透气儿，一会儿我就过去了。啊，真行。去吧去吧，去收拾你们东西去。那我们真走了。去吧去吧。那行，有事叫我们啊。好嘞，走了，走了。去吧去吧。哎，班长，放哪儿啊？都放这儿。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走啊！哎，不等会儿，班长。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好。来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是这样，咱连呢是野外作业，客房条件比较差，就委屈你们了。没事儿。我们连干部家属来探亲都是住在这儿。你们连长家属来探亲也住这儿？我们连长还是单身汉，没有家属。多大了还不结婚？26吧。才26？啊，怎么了？看着像35了。英俊中年呢。你看着了吗？行，那你们就先收拾收拾，我去伙房看看，一会儿那个好了叫你们吃饭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哎，开饭了记得叫我们，实在太饿了。好，行，好。哎，走啊，啊，走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要不要我给你跟那个中年英俊做个媒？我还是给你做媒吧，我有王大夫。你给他，他刚才看的都流口水了，是吧？我年纪还小呢，我睡哪儿？哎，你们俩就这两张床吧啊！来，赶紧把东西搬床上，赶紧收拾东西啊！好嘞。6点钟这就起风了，有时候能刮到7、8级的。马上就6点了。每天都刮吗？嗯，差不多。不过一个小时就停，准着呢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去趟卫生室。哎呀，你这太沉了，我待会儿啊得多吃点给补回来。你饿死鬼投胎的，一会儿不吃就饿得慌。你真饿了？真饿啊。有面包你吃吗？哪有面包啊？怡琴，给你点儿，你也尝尝。嗯，这还有一个呢，给。不用了。你不饿？嗯，不饿。
别客气啊。可香了，那你不吃我都吃了。你要吃你再拿吧。好吃好吃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喝点水。我腻死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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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家走到，无组织无纪律，医疗小组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让我丢人现眼。连长，我承认错误。连长，您喝水。连长，您知道这个小莫大夫是什么来路吗？连长，我师部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这个小莫大夫的来历可是不凡呢。你们用公家电话，就每天传播这些小道消息啊？哎，连长，小道消息是指不准确的消息，我敢保证。我这个消息绝对准确。哎，这个小莫大夫是咱师部首长的未来儿媳妇。师部首长的儿子去年去美国留学，回来以后就是大博士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少林，少林，当当当！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开吧。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！刚到部队就当着穆连长的面唱起《贵妃醉酒》，恨不得人穆连长把他背回去。他来的时候车上不是吐的挺厉害的吗？你别看见了，那总不是撞了吧？大家都看见了。他是希望所有人都看他呀，把裙子改那么短，还敢穿到部队里来？嗨，那部队配发的裙子，你总不能不让他穿吧？这，你去帮他拎去，别帮我拎。看把你累成那个样子，还帮人拎，把你高兴的。你慢点，回头那水洒了，我看你怎么洗头。哎，那话谁说的？人家小穆大夫是医学院的高材生。是主动下来请缨锻炼的，谁说的这话啊？好酸呐，三年陈酿，跟你说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醋可以随便浪费，这水可是一滴都不能浪费。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外国剧本，叫《等待戈多》，里面有几句话写得太好了。哎，把水放下，我告诉你啊。里面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待戈多。戈多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种等待注定是痛苦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明白，这种等待已经成为了习惯。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戈多。请问戈多女士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你进入我们家门呢？走了，拎水。
啊？哎，那些女兵真的要在这洗澡啊？别挤眉弄眼，这么热的天，还不让机关总部的姑娘们在这洗个澡啊？只有这一间房是涂了水泥的，在别的地儿洗那不和稀泥了。是，对。小心！六，向右靠近。向前看，小心！六，胖同志，全连接完毕，请示。小心！是。小心！上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连队食堂暂时借给新来的卫生队使用。我们的就餐地点改为连队后面的操场，希望大家注意环境卫生。讲了。上去。唱歌了。再唱歌，背上了行囊预备唱，背上了行囊扛起枪，满怀豪情斗志昂扬，毫不忌讳生活前行，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力量。停停停停停！早上都没吃饭，好好的一首歌，一点气势都没有，唱的，出去了。大同昆仑千重山，有些东海万里长，青海雪原不行路，尽着江南不战场。大同昆仑千重山，有战东海万顷浪，林海雪原不起路，今向江南来战场，举起神旗领军是吧？他真的什么歌都会唱哈、啊。不，人家嗓子好的，真好听。小心点啊！看什么看？干活去！小心点！哎哎，小心点点！
小心，姑娘。哎。莫大夫，小心点，这里头灯光比较暗，环境比较恶劣。没事，小心点，小心脚下。什么大夫，你不在营地待着，跑到工地来干什么呀？看看你们工作的环境，对了解病因有好处。啊？对了解病因有好处。哦。那是谁？三班班长到，赶紧带小莫大夫去参观一下。是。二班班长到，带领将士们继续干活。是。看什么看？别看了，大夫是来看望你们的，不是你们看望大夫的。干活。说了。把衣服脱一件给我。不就一件背心儿？那你就穿背心儿。我背心上都是窟窿。窟窿怎么了？虚荣心。先申请批准了才能下来，哪能这样随便闯进来？那莫大夫来的时候，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的哟。瞧他那样，哪像是下工地的，又是短裙又是高跟鞋。穆连长，穆连长，你跟着我干嘛？回座位面去。不不不不，高跟鞋怎么了？短裙怎么了？不耽误跑，不耽误跳的，我的速度也不比你慢呀。活该。
床单鞋也容易摔跤。满意了吗？小心扎着脚。不会的，我习惯了，从小就光着脚走路。为什么？重庆热啊。我在嘉陵江边长大的，都是石头摊子，多伤鞋。我一个夏天走下来，可以省两块五毛钱呢。为什么两块五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一双塑料鞋两块五毛钱啊。想才学医啊！我爸就是医生，还给首长看过病，所以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学医。可能我真的没什么医生样，他们说我走后门，那可真是胡扯。我考军医大的时候分可高了，是吗？把妈字去掉，也许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。再见，穆连长。向前看，上去讲一下，上去。我只讲三句话，啊，三句话讲完，各排各自带回去休息。第一句，大家辛苦了。第二句，还是大家辛苦了。第三句，既然大家这么辛苦，下了工就要抓紧时间休息，不准打扑克牌，不要东逛西逛，尤其是西逛，啊，哪边是西？那边是西。常常往西边逛的，各班班长给我汇报上来。各班班长，明白没有？听了。警告你，不要让自己的战士们不分东西，知道吗？李排长，到，出列。你带领几个战士，帮女兵们把晾衣绳扯到他们营房后边去，
划分好生活区。是。有没有人愿意去？没有人是吧？我再问一遍，有没有人愿意去？腿的恢复情况非常不好，一看就没有好好休息。从今天开始不许乱动了，听见没有？嗯。好。收到，我看看。伸出来一点，舌头伸出来。好了。怎么了？痒痒。好好做检查啊，手放下来，躺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，这个小同志？莫大夫，您能不能手重一点？手重就不会痒了。你毛病还挺多。您打我掐我都不怕，我就怕痒痒。哪那么多话？怎么了，莫大夫？病得那么重，还不好好做检查？我看啊，他们这几个重病号啊，送团部，他们这个地方严重缺水，腹泻病人最怕的就是缺水。我同意。我们可不能走，下半夜还得换班呢。什么？你呢？我也要去。病成这样了，今天半夜还得去上班？人手不够，都得去做页面。生了病的，上班时间改成6小时；没生病的，改成10小时。各排自己安排班次，反正进度不能掉下来。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男友，嗯，你要说什么？连长，10小时是有点长了吧？现在工作强度这么大，12小时、14小时我们都干过。娇生惯养，就别当铁道兵，就别来我这个连当兵。你们都知道，这条线是我们集体转业前的最后一条铁路了。等这条铁路完工之后，大家都要脱下军装了，变成铁道建筑工的队伍了。市里要求我们在计划时间内一定要完工，不然到了雨季就麻烦了。穆连长，你是怎么当干部的？你去看看你那些兵，一个一个都病成什么样子了。进度重要，战士的生命更重要。你不能说为了你的进度，连他们死活你都不管了。有几个病号连续腹泻2个礼拜了，你居然还让他们上工，就是为了你10年一贯先进连队的称号吗？干部会，正好啊，这些话难道不应该拿到会上来说吗？这么恶劣的环境，一个战士每天只有2壶水，你不要说腹泻的病号，连我这样健康的人都是受不了的，你居然还要求……受不了就请你向后转，回去过你好受的日子去。
你让我向后转我就向后转，我是你的兵吗？这么好欺负吗？什么年代了还旧军阀的作风。散会。相伯大夫，您不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。要说重病号，连长是最重的病号。第一批病倒的人就由我们连长，第一个出现尿血症状的也是他。那他就更不对了，不仅对自己的身体不管不顾，一味蛮干，还带着全连战士跟他一起不顾死活，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？相伯大夫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连长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指导员被调走以后，他是带着病给全连又当爹又当妈。谁让他是连长的？是啊，他每天至少在工地上一干就是14-15个小时，别说是病人了，就算是正常人也经不住啊。铁道兵部队马上就要全体转业了，都说转业前会被裁掉一些人。莫大夫，其实我们连很多战士都是从特别贫困的地方来的，他们都担心自己会被裁掉，所以这半年大家都在猜测。你想想，这猜测多了，军心就会不稳了。这时候我们连长再不带头苦干，军心不就更加动摇了吗？最后要说的是，安全检查一定要注意，严查炮数，一旦发现哑炮立刻排除，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听到了吗？是。出发吧。是。向左转，起步走，1、2、1。穆连长，穆连长，他们说你有尿血的症状，你怎么不来做检查？我好了。生病了，病有没有好是医生说了算的，请你明天来做检查。对不起。刚才我是有点着急了，我看见那么多战士都病了，又查不出来病因，所以对不起。别那么凶的看着我。